大家好，欢迎来到袁弘排舞教室。今天跟大家分享邮差先生。人物四个八拍两面墙，前奏两个八拍右脚起步。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12点钟方向第一节右脚点踢脆恰恰点踢脆恰恰一二三加四五六七加八。第二节右恰恰后纽约左恰恰后纽约数拍一加二三四五加六七八。第三节点踏点踏推回踏推回踏一二三四五加六七加八。第四节前回恰恰转180到6点钟方向走走进恰恰数拍一二三加四五六七加八。第二面墙从6点钟方向开始，我们口诀带一遍：点踢脆恰恰，点踢脆恰恰，右恰恰后纽约，左恰恰后纽约，点踏点踏推回踏推回踏，前回恰恰转走走进恰恰。第三面墙12点钟数拍一二三加四五六七加八二加二三四五加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加六七加八四二三加四五六七加八。以上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